更多的还是说在篮球比赛当中，有的时候很难有连宇航快下，半场没打完，商队已经得了61分，还得得分，连宇航要扣了，玩了个帅，这个已经真的是玩了。我们再看，再来抛，空接。这是今年商队打的最嗨的一场比赛了，运球非常合理，杰特，好的，机会出来了，漂亮，哇，漂亮！这球真的，我认为是今天打到目前为止三中队最漂亮一次进攻。对，球一定要快点转移，别在一个点停在太长时间，没时间了，只能看自己的运气了，好运气。其实这球应该说新疆队防得不错，都把这三中队的球一直逼在右的左路，这是个机会。犹豫了，哎呦，这个篮板争得漂亮，丁彦宇航，对，丁彦宇航，去，没，这球也没打进啊，不太应该，这边空篮了，完成扣篮，好的，上篮队23号丁彦宇航身体是真不错啊，